开学第一天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不可以说谎哦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我是台北市长小安，大家可以叫我万安叔叔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。健康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老师请问一下，刚就是迎接小朋友上学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每个人脸上都很厌世？其实当然，因为开学第一天哦，我想所有的孩子都一样，因为经过了寒假，大家第一天上课总是心情上面需要调试。那其实我跟所有的家长一样，我们今天一早也是把大宝叫起来，然后赶快告诉他，赶快穿制服啊，吃完早餐要赶快出门。那二宝也很早起来，我一样就是换了尿布，泡好奶，我自己也赶着出门。三宝现在月子中心，其实家长们心情其实是松了一口气，耶，终于开学。但我相信老师校长就很辛苦，接下来面对这一整个学习的课程。但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的学习，开心的成长，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今天开学第一天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不可以说谎哦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